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字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过来看到这读作格格的格第四条。读作格这是读白音，四角形物件的空间，咱讲格啊。啊，若是算短物件，一度的单位，咱讲一格。另外一层一层拖底，咱讲拖格。也够人品、度量、风度，咱讲风格、人格、性格。达到一定的标准，咱讲合格。体型也有人说体格，还有人说大格格问题。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，就是地理温水冷的地形，我们说东四格、大乌格、土地公格。另外文音读作格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骨格，应该说是身材体格，还有骨格。第二个词读作破格，这个意思是说带衰、帮败、剃扫帚，代表命中带破带衰。我们用一句话来记录把这两个词合作伙，譬如说他给人笑他破格，说事情如果他看到就会带衰，害他很不甘愿，自然参加这一次走舞台展览会，最后靠到他的好骨格，让大家学到说他各项的。今天小解这一字读作格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本音读作格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